你眼睛更健康的啦。所以你现在有飞蚊症的症？对，你有飞蚊症。我本来也是认为它会好哈，不会好，啊，蚊症不会好，不会好，会好，只是你的眼睛不好了，它就看不到了。不是的，是真的会好了，但是今天好，可能明天又跑出来了。对，你不注意的时候哈都没有感觉，等到你一个人看到这个做的，白色的，哎，对对对，看白的，白的，就黑的东西出来，越白越洁净。大姐。我很年轻就有些，这个是下学期的，啊，我也很年轻就有些。对呀，我听人家讲，我那边还有一个，一讲人家都说我已经几年了。什么时候开学？飞蚊子，还有一个那个耳鸣，哎呦，真是那个年纪大了就是了。五月九号。好啦好啦，没关系，空间就好了。对呀，老师，这个心好，真是。不用那么过去，没关系呀。真的，我再说不了小了。明天看得到了吗？晚上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明天早上就看得到了。你说你录的看得到，所以有网络你就去看就好了。有那个柯佩宏帮我们这样弄嘛，对，提升了。不是那个可以再重复看。对啊，你看看就看一遍，看一段是五六分钟，可是要传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。我要传那么久？对，那因为他档案一直要往上传。啊，它的屏宽不一定那么大，啊。照片就是。哇，这真的很辛苦啊。就是让它放了，就是开着就是。这个看好像很简单哈，嗯，练的话要练很久，很久，身体。但是老师还是要让你们看，回去的话有空你就练习练习，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画好。功夫好的人，以前有画过的人，可能明天就会了。有天分的人很快就会了，前辈子有学过的人，那就很简单了，你下辈子就比较简单了。所以哦，现在学不一定是为了这一辈子的事情。以前老师看别人画画，这个很简单嘛，那就是表示老师以前一定有学过的。要麻烦同学哦，下个礼拜我们要交学费。那我这么早就要交学分了？因为五月九号上课。好快，下礼拜交。因为他现在没怎么休息啊，五月九号就上课了。四月四号又放假，儿童节啊？不是，叫做什么？清明放假。哎，清明节放假。现在假很多。我刚才看到的是四五六三天。清明假有三天啊？四五六。像现在老师这个点哈，弹性放假。老师在点的时候，你自己也要稍微
心也要稍微跟着它动一下。在这边就是要看老师的用笔，还有他的这个笔意、行笔的动作，还有手啊。有时候你要看这里，有时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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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看这里哈，你都要看。好，有时候要看这里，不要看。像现在老师是用笔腹。有时候认真看，有时候可以不要认真看，但是不能说每一次都不认真看。像这个一定要轻，慢慢要压下去，然后起来。哦，这个三是好稳的，然后笔要薄，薄笔。薄笔哈，就像那个老以前的老太婆在薄那个脚一样。你看这个笔是分开的，分开的，然后到时候就把它，你看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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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折了所以你看诗还是不会，看诗是说你用笔要灵活。要有转折、啊、到底是怎么转你也不知道，你看老师转过来转过去、哦、然后轻重，然后慢，然后挤、哦、轻重缓急都要有。讲老师讲也是很简单、哦、听也是一样很简单就听完了，但是你要回去练的话也可能要练。这个就像以前那个傅老师讲的啊，酿葡萄酒，把葡萄酒把葡萄放进去了，好、哦，那就时间要等、嗯，你不能每天去看，你不能跟老师学说，老师我跟你学的，今天回去画，明天画，明天后天画，怎么还不像老师那样？嗯哦、那就像葡萄酒一样，装在。罐子里面就想到那是不可能的，要时间去等。那也要练习，真的等，等它发生。哦，现在是染也是其实是擦染，啊，擦黑板的擦地板的擦，但是我们称它为染。